我想喝汤。你怎么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下次再玩抽签呢，麻烦跟我家家丁借一下面具，你的答案都写在脸上了。那你还选？你喝了这汤，可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但若是我不喝的话，你跟你姥姥都有危险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。 你要不要再想想，喝了汤以后，你的记忆、你的一切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跟那些只能回忆的记忆相比，你活着才更重要。那，你也不追杀季伯峰了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杀了季伯峰吗？ 那个季伯峰，不知道从哪里学回来的秘术，他可以把孩子的寿命转嫁到别人的身上。那些购买寿命的人可以获得长生，而那些被夺走寿命的孩子，则会迅速衰老、死亡。据我所知，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，已经活了1000多年，同时敛财无数。怪不得那个老伯的声音像个孩子。 这可是破坏两界秩序的大事。为什么我在凌渊的时候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过呢？所以我猜，他在凌渊一定是有内应的。而且上一世，我被他抓走，险些丧命，还是我父母拼死把我救出来，但是他们却惨死在他的刀下。 我们先缓一缓吧，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姥姥，让这件事昭告天下。小葫芦，姥姥，青川有一人名叫姬伯峰，可以为他人增减寿命，死在凌渊有内应，还望姥姥彻查。案件没有查清楚之前。 我暂时不能给李不贵喝汤，还望你们谅解。觐见宋王，凌渊忘忧殿。哎，这玩意儿真能寄信啊！那当然了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 你骗我的还少吗？那我向你保证，从今以后啊，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，再也不会骗你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那你说这凌渊怎么还没回信啊？这都多久了？这办案啊，不得要点过程吗？人家女侠都不着急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好像凌渊来人了。 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悠悠，我来看你了。听说你受伤了，我和姥姥寝食难安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大姐，我已经没事了。姥姥她怎么样？还有姬伯峰的事情，调查清楚了吗？姥姥无碍，只是姬伯峰的事情牵扯复杂。 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不宜大肆声张。嗯，不过我们已经在秘密调查了，你放心吧。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大姐，我跟你说，青川呀有可多好吃的啦，正好你来了，我带你去尝尝。走。哎，梦游，你不会真把这儿当家了吧？当然不是啦，只不过现在李不归正在追杀季伯峰。 在凌渊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李不归不可以失忆的。你疯了！要是时间到了完不成任务，姥姥怎么办？大姐，凌渊的规矩我懂。
如果犯错的人自己甘愿接受极刑，消掉魂魄，那么其他人可以免受责罚。大不了我自己魂飞魄散，绝对不会牵扯到你和姥姥的。你真是傻，就算你魂飞魄散，凌渊大帝会允许李不归不喝忘忧汤吗？要不然我给他喝一碗假汤，风险是大了一点，但是帝尊应该不会发现的吧。欺瞒凌渊大帝，万一被发现，你们全部要被处以极刑的。极刑？那怎么办呀大姐，我对李不归实在下不去手啊。你爱上他了？别怪姐姐没提醒你，这男人啊可千万信不得，爱你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，不爱你的时候随手就抛弃了。你看你的伤不也是因为他吗？如果他真的爱你，怎么会忍心让你受伤呢？可是是我骗他在先，又不是我愿意喝汤。若我不喝你就魂飞魄散的话，我愿意现在就喝。李门主果然英雄，难怪我妹妹会倾心于你。既然你愿意，希望你不要食言，快些喝下忘忧汤，也让我妹妹尽快回到凌渊交差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们还有话要说，我也不宜离开太久，就先回去了。悠悠，我和姥姥在凌渊等你。你已经想好了不舍人仇人了吗？无论如何我不想你为了我冒险，就这么定了。求城隍老爷保佑我儿早点回来吧，他要是不回来我也就不活了。求求了，求求了。你是丢了孩子吗？天下的恶人抓了我的小肚子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。我们的孩子都被抓走了，如果我知道他是谁，我一定要杀他100次、1000次、10000次，我的孩子！你说，他们把我的小肚子抓走，是把他关起来了，还是把他给害了呀？他要是死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我该怎么办呀？求求你，跟城隍老爷说说，让他救救我们的孩子吧！求求你了！放心，放心，我一定帮你们想办法。城隍老爷，我求求你了！求求老爷，求求我们的孩子，救救我们的孩子吧！李不归，喝了忘忧汤之后，你想做什么呀？不知道。或许去卖汤吧。嗯，你在天上卖，我在地上卖，我就算你的分店。那你还不如去当媒婆呢，我在那边把两个人的红线给解开，你在这边再把两个人的红线给系上，岂不是更有意思？李不归，看来我们两个人身上的红线真的要被解开了。我不会忘记你的。那可是忘忧汤，是喝下之后什么都会忘记的神言。就
就算脑子忘记，心还是会记得的。他们说，当你不再拥有的时候，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要忘记。可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。不好了，不好，不好了！城里丢了很多孩子，应该又是季伯峰在做寿命交易。如果错过这次机会，下次再找到季伯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两世的血海深仇你不管了？可小葫芦时间快到了，若我没有及时回来的话，李不归，不用担心我。你现在去抓季伯峰，把他带回陵园，我不要紧的。你都想好了？嗯。好，我一定会及时赶回来，不让你有事。我等你啊。诸位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各地城隍都找不到季伯峰的具体位置，奇了怪了，好像他们都被收买了一样。论打架，季伯峰根本打不过小栓子，但是他狡猾谨慎，又擅长逃跑。现在时间紧迫，我们必须一招制胜。找不到，就把他引出来。那总不能真找一个小孩吧？万一折进去，那不是造孽吗？小葫芦，你们陵园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大人变成小孩的？你是想装成小孩子，然后混进去？嗯，不行。小栓子要变成小孩子，那谁来杀季伯峰？要不我来吧，让我去。只不过我的档案在陵园，调出来需要一些时日。来不及了，季伯峰一旦换好寿命，就会立刻藏起来。那看来只有我最合适了。我不同意，太危险了。谢莲，你可是这儿的城隍老爷，你当真要为了我不顾那些孩子的死活吗？你想好了吗？我真要干。谢莲，你是个好官，我替孩子们谢谢你。没事，不用。轩腾轻又冷，云烟迷蒙。
我的梦，春草生，夏蝉声，秋落风，冬雪声，都不及你眼倾城。情浓浓，意重重，半信半疑，难言相逢，夜月正相逢，点一空。